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志红明。几点多大？我44岁。结婚了没有？结婚了。有几个小孩？我有2个小孩。你有没有去过台湾？我有去过台湾。几年？3年。做什么工作？我做家护小孩。为什么你想去澳门工作？我说我要赚钱，改革进。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米50斤。体重多少？我60公斤。你可以做什么工作？我可以做照顾小孩，吃饭、睡觉可以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做。澳门工作很辛苦，你怕不怕？我怕，我不怕。怕不怕？不会怕。